哪吒时光。哪吒他是中国古老传说人物，也是台湾民间颇负盛名的三太子，神通广大，本领高强。因为现今处于末法乱世，我将时间化身为哪吒太子，脚踏风火轮，手执乾坤圈与火箭枪，为了人类正义与对抗邪恶再度现身。本件作品入选2015巴黎秋季沙龙。